来了啊！最近码头闯得有点累，今天难得放松一下，还要这个买单，多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今天所有的消费都由我来买单。好。不对呀、啊，你是不是拿我手机付款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没事，我手机上的支付宝账号早就已经换成你的了。哦，可是我用的是你的微信呢。那我微信上的钱何尝又不是从你的微信转过来的呢？可是我微信上的钱是从你的银行卡里面提现的呀。哦。你别激动，你别激动，你别激动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还不行吗？我错了。你说，你说就说，你动手干嘛呀？要不是我看你认错了，我今天我打死你。说你还有点良心，带我来这个地方还挺漂亮的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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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什么？又带我来这种小孩子玩的地方啊！你觉得我很喜欢这种地方吗？你看，你看那滑梯，我但凡智商超过20，我都不会去想玩那个滑梯的，好吧？我喜欢那个。那不行，那个得用皮艇才可以玩的，得租的。租嘛，租嘛，租嘛，又租租。快点的，完事儿没呀？还是这舒服，来坐着，舒服吗？我给你来一波卸货。今天要出就别下来。别搞，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还不行吗？就这啊，先说好赢有什么奖励先？一台电冰箱。三分钟之内把电冰箱抬上我的小汽车。哎，兄弟，我新加了个妹子，她说她想跟你认识一下。没想到我隐藏的这么深，但是奈何，奈何那个，奈何啥呀？奈何，哎，算了，那个词忘记了。反正变见面这个事情批准了，好吧？哦。那你笑啥呀？她说她主要是想看看傻逼的现状都是什么样。滚！我他妈今天跟他见面，我跟两个做儿子。他很漂亮吗？爹。走了，快点的，见面了，快点的。这么快去哪儿？你走，快点的，走了。哪有人第一次见面直接约到自己家里面的？这什么人啊？他家住几楼啊？人家是时间很紧才约我们在家里见面的，好吗？你在想什么呀？错北呗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家密码的？他告诉我，我肯定知道了呀。那他告诉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他告诉我，我肯定知道了呀。没搞懂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先进去了。你在干嘛，兄弟？哎呦喂去！哎呦喂去！我操！怎么有男生的衣服啊？还有这双男鞋？你在干什么？毛巾和牙刷都是两个人的。哦，他和他弟一起住。这得等到什么时候？哎呀，你等也是等，要不然打个广告。我还行，这是什么？贴贴老好用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身边人都在用，图片和视频可以直接到桌面的。那你有没有在用？没用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今天我每天都在玩呢，哎，你也下一个，正好我拉你进来凑齐5个贴友位。怎么还没回来？也该回来了吧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好吗？
他上一分钟之前给我发了个消息，我没看到，他大忙今天到我来了，怎么办？跑吗？来不及了吧？躲躲。行。不行，厕所厕所，关灯，上楼上楼上楼。我操，你有病啊！这不行，你这衣柜衣柜。五分钟后，怎么没动静了？是不是走了？谁啊？啊！修水龙头的。那你又是谁啊？我是他同事。你们在衣柜里面修水龙头？啊，对对对，不，这管道在那个衣柜的后面。啊，对对对。对没什么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啊，拜，走了走了，拜拜。快点！我操！别你！你等我。哎，双，前面有一滩水，你过去跳跳街舞的，好久没更新了，拍个视频。我平时搞街舞都是搞搞节目效果，你以为那点水我真的会摔吗？摔了，咋还没习惯呢？真的，我们换一座城市生活吧。你说真的还说假的？真的。什么时候走？现在。走嘛。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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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这些东西你也带不走，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这可以挂到闲鱼上卖掉吗？我这个麦克风3000多买的，音质好的一匹，我卖个500块应该不过分吧？不过分，不过分。那我这个跟我上过职业赛场的键盘，卖个100块，应该很合理吧？对对对对对。这个手柄好像没什么用，只用来打游戏，卖个150，你说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直直的，很有道理。那我电脑这张显卡1080的也卖了吗？这是我的电脑，兄弟。哦，我知道啊，卖了吗？卖你！我把你卖了，我你了！哎，爽，咱有快递，是一个广告的产品，现在已经到楼下了。真的，我给你20，你上楼下取一下子去，你看我可以不？20？老子买了个麦克风，他妈的3000多，老子眼睛都不眨一下，我稀罕你这20块？你干啥去啊？取快递啊！兄弟们，兄弟们，2块2块，全部2块！你现在所看到的所有东西，全部都只要2块。这个麦克风2块，这个键盘2块，这个游戏手柄2块，包括这张1080的显卡也只要2块。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上闲鱼搜索“向真爽”，就可以2块抢走这些宝物。2块，你买不了吃亏；2块，你买不了上当；2块，我们只想把温暖送给你们，够不够？够不够？不够，好。向爽这张2080的显卡我也拆下来送给大家啊！其他观众先一号，到时候我有什么东西我偷偷给大家挂了啊！其他观众先一号啊！哎，我操，手机啊，我的手机啊！